嗨，今天过得好吗？我是志恒，每天我带着不同的故事陪您度过每个不同的一天，用文章带您倾听内心的声音，带您走进幸福的人生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你的生日尾数是多少就是什么命，一起来听。生日尾数不像手机号一类的能自己选择，这一串数字对每个人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，意义非凡。有人天生好命，一路顺风顺水，也有人天生命途多舛，经历大风大浪，有的人平凡，有的人富贵。那你的生日尾数农历是多少呢？生日尾数是一，一这个数字呢，本身就是万物的开始。生日尾数为一的人，大多这一生较为顺风顺水，基本上没有很大的起伏。生日尾数为一的人，聪明醇厚，为人善良，意志坚定，他们命中带财。然而早年的时候多有磨难，运势开拓比较迟，一般到了中年以后才开始走运。他们不喜欢和别人争夺，淡泊名利，慢慢的他们事业开始转好，财旺家旺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有福分，生活惬意，晚年更是轻松舒适，绵延长寿。生日尾数是二，数字二呢是非常吉利的数字，不太喜欢表达自己，但是对待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主见。一旦遇到不顺心的事情，他们的内心就会难以抑制自己的怒火，一不小心就大动肝火。生日尾数是二的人，在运势上都处于一个旺盛的状态，也就是说，倘若自己肯付出，就必定会有不小的回报。前提是必须有一定的耐心才会收获成功，半途而废只能前功尽弃。他们虽然脾气火爆，但是心地善良，很多时候都喜欢帮助别人，甚至有时候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也愿意去成全别人。生日尾数是三，生日数字为三的人一般家里条件不那么好，所以从小他们就很懂事儿，帮家里做家务。他们懂得体贴人，很善良，也很争气，会为了让家人过得更好而努力打拼。他们总是广结善缘，乐于助人，所以一生福报满满，人缘很好。慢慢的，他们会把生活过得越好，男的事业一片光明，女的则是一生富贵。生日尾数是四，数字四意为集四方财帛，旺四代福气一说。四在音符上也代表发的意思，农历的初四日一般就是黄道吉日，所以出生在初四、十四和二十四的人好命为天生。生日尾数是四的人不仅最多才子佳人，更多是为心智坚定的潜力股，在事业上能屈能伸，擅长交际，精于人情世故的把控，所以钱财权势都将不缺，这辈子红红火火。生日尾数是五，五这个数字并不是天生带财，生辰之日是阳气化为财，这辈子遇到的贵人不断，因此需要得到贵人相助才能在后天发展起来。生日尾数是五的人任性，但并不无理取闹，他们在做某一项决策时，虽然理性的声音告诉他们怎样做比较简单，但他们为了心中的理想偏偏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。他们运气很好，平安吉祥，一生的经历都很顺利，随你所愿，有超人的天赋和才华，组织能力极强，有敏锐的洞察力，在工作中警惕性特别强。生日尾数是六，
六在中国是非常受欢迎的，它代表着事事顺利，万事如意。与六有缘的人一生都会很幸福，从小到大都能一帆风顺。生日尾数是六的人得上天眷顾，偏财运极旺，自身对钱财又比较敏感，智商和情商都很高，能够嫁入豪门，一生都不需要为钱财发愁。他们的外表给人的感觉很强势，其实内心很脆弱，经常会胡思乱想，他们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在意程度，虽然嘴上说话不留情，其实不过是典型的嘴硬豆腐心。生日尾数是七，数字七在命理学中属于极富有财气的数字，而出生在农历初七、十七和二十七的人命中脚踏七星。生日尾数是七的人个性鲜明，天生智慧满怀，更拥有过人才情，虽然爱财，但是取之有道，无惧贫穷，敢于奋斗。不管出身家庭情况怎样，这辈子总有一次发横财的机会。他们命中贵人很多，在贵人的扶持下，凭借顽强的意志，能够白手起家，大有成就，名利双收，富贵一生，丰衣足食过一生，注定不是穷人命。生日尾数是八，八在中国一直与发同音，因此很多人都把八视为财富的象征。生日尾数是八的人乐观积极，拥有极佳的才智，他们的命运都会比别人要顺畅得多，一辈子少有烦恼，多有贵人，事业之路顺风顺水。他们虽然一生财运极佳，但相比于金钱，他们更注重感情，对于婚姻也有着比较高的期待，希望自己在对方心里占有重要位置。不过凡事都有适度，不然会顾此失彼。生日尾数是九，生日尾数是九的人真的是太好命了，出生在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，但因此缺点也很明显。顺风顺水的环境容易造成他们贪图享乐、沉迷放纵的性子，一旦如此，便会使得原本通畅无阻的财路变得荆棘满地。他们如果懂得克制，这一生便会很安稳，婚姻生活也会顺畅，事业也能够成功。他们能够收获真爱，收获幸福，爱情事业双丰收，长寿富贵一生。生日尾数是零，零这个数字在一以下，在顺序列表中时常容易被忽略，而零等于无也会经常被认作是一无所有的感觉，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的。生日尾数是零的人往往勤奋刻苦，聪明伶俐，天生聪明的他们一旦找到财路，便很容易就能取得成功，一生钱财不会断，贫富尊卑靠自己。他们在感情中也是很愿意付出的，但是他们又对自己的付出抱有较高的期待，希望你能看到他们的付出，并且能够有所回报，因此感情不会太顺遂。那么你的生日尾数是多少呢？快来对照看一看吧。